得最帅，真的帅，好帅满。Kito 近日在 YouTube 频道上抛出最新 Vlog， 骑着登山车和朋友挑战平溪古道，但 Kito 犯规，骑的不是一般登山脚踏车，而是要出发喽！电动车的优势，因为现在一个斜坡就是一个大斜坡，我先表演给大家看，跟着我。加油！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明明就有仪表板，它都是仪表板。假如真的有电动，那我们在哪里可以装电动？也是哎。对啊，是有没有训练啊？军啊，还说自己是奥斗咖。你给我换。这没办法，但是我自己神圣的脚踏车。我刚那么帅，你有录到吗？没有，我刚刚一直在推车。轻松上路，完全不用费任何一点点的力量。耶、yeah, 欸！你不要，我拍一下，我拍一下，加，知道为什么我要跟大家 give me five 吗？因为我要故意落后在最后面，然后用一分钟的时间追过他们。准备 ，go！ 前面就是人称最厉害的女杀手君啊！他现在用人力的方式在取代机会，但是我还是追不他了。啊，你不行的啦，你不行的。你干嘛？太棒了，对不对？可惜啊，没看到龟山岛。好可惜啊、哦！不完美就是要为了让下次再来。对，下次还会再来。这里如果以你去过的地方排名，你觉得是排第几？大概第二吧。第二？对。第一我猜合欢北。错。第一就是没有下雨的这里。龟山岛，你龟山岛出来了。有看到。哇，好漂亮、啊。哦，好美哦。应该是没去过的。这里还可以再讲到。身为女孩儿们的你们 ，Gina 在这边跳有什么感想？加油！真的很紧张，替她感到紧张。啊、你好，你好，米卡。我觉得我应该会在跳的那一瞬间就放弃。慢一点。哦！但没跳掉。哦！跳起来了？没有。哇！哇！可以耶！可以耶！可以凶！凶！谢谢。不知道最后一次几次。哦，蹬到什么？你要到前三了，哎呀，都飞起来了，怎么样？没事。最后一次心得如何？最后一次跳的其实蛮高的，对你这次完全就是冲下来，对，然后就有点是放手去冲，但是我的左手可能动作不标准去卡到，所以有杀到前煞，杀到前煞直接瞪住就翻掉了，这样出来玩点到就好了，不要说真的要干嘛、啊、教练教我们一些跳的动作，尝试完之后我觉得差不多真的可以下山，玩得很过瘾哦。没事 OK 的，没事。对，哇，男人的血印啊，直接在地上刷一个，直接刷一个啦，你以为就只有一个吗？来，好多个，你以为只有两个吗？来。